大家好，在皇上的英明领导下，大白菜得以在关中地区大面积的种植。朝廷认为我们农学建功不可没，特此嘉奖。下面有请王兴王大人讲话。是吧，今天能跟农学建的各位同僚们在这共同见证这一光荣而伟大的时刻，我深感荣幸。那下面有请我们主办领导兰陵公主上台给大家讲几句话，大家欢迎啊。我仅代表皇上对农学建前段时间的优秀表现予以嘉奖，嘉奖的名单少监王修赐御赐礼盒一个，御笔一副。好，谢公。希望王修再接再厉，继续为我大唐争光。王修一定不辱皇命。今造刘仁轨，赐御赐礼盒一个，御笔一副。由于刘大人今天抱恙在身，未能出席，由王修代领。好。左校张运与农学建众官员乃我大唐之栋梁，朕倍感欣慰，此乃皇上口谕。谢陛下。平身。接下来请王修上台讲话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修，今天来到这儿第一次登台，非常紧张，哈哈哈，哈哈哈，谢谢大家，其实呢也没什么可说的，能为朝廷效力，为大唐尽忠，是我们每一个大唐子民应尽的分内之责。好。我能有今天的这个成就，也是要感谢各位的支持。首先我要感谢国家，感谢朝天，感谢党，感谢 CCTV MTV， 感谢乐视网，我还要感谢我的大夫人，感谢二夫人，感谢老四，感谢钱管家，感谢胡账房，感谢栓子和二娘子，还有旺财。当然我们最要感谢的就是兰陵公主还有刘大人啊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爱你们。好。下面请欣赏歌舞。
哎呀，哎呀，今天兰兰在表彰大会上很有领导风范嘛。这还不都是父亲你教的？不过，这种表彰的形式我还真是第一次见。嗯，你们那种磕头谢恩的方式多老土，来点新鲜的，提提干劲儿，鼓鼓士气，多好。就你鬼点子多。我鬼点子可没有你皇兄多。送了那么大一礼盒，一打开一看，就一大白菜。送了一幅字，结果上面就写了一个字“牛”。不过这牛倒也挺亲民的。牛怎么了？这是皇上愿你当做大黄牛，为国为民效力，有什么不妥吗？是吗？嗯，是这么苦逼呵呵的意思吗？我还以为是夸我呢。前段时间我听说农学兼推广大白菜，在坊间引来了诸多争议。不过最后靠刘大人吃了一盘大白菜就平息了风波。现在在长安城啊，传为一段佳话呢。夫君，怎么了？这风波平息了，你不是应该开心吗？为何还是这般闷闷不乐呢？哎，我王修自以为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就可以玩转大唐，游戏人间。没想到到头来，我发现我对大唐的人情世故还是知之甚少啊。跟这里的任何一个人比起来，我都只是个外人而已。嗯，夫君说的没错。嗯，夫君说的对，我很赞同你的说法。也就是说，你也觉得我是个外人是吧？其他人我不知道，不过我总觉得夫君跟这大唐的确有些格格不入。不过，我相信夫君对大唐的情却不比其他的忠义之士少。只是，夫君做事的方式嘛，搂草打兔子，这一般大唐人啊，还真做不出来。哎呀，最近这农学兼的事儿忙得厉害，一时也没顾得上回家，先走了啊。坐下。哟，还真顾家啊。那不顾家的男人不是好男人，不爱媳妇儿的爷们儿不是纯爷们儿吗？话说的真好听，这让我这个没名没分的都想知道夫君是怎么个顾家法了。你先跟回家跟你夫人聊聊体己话，我一会儿就去你家。你又干嘛呀？你别闹了啊。夫君你想哪儿去了？我是好久没跟你的夫人打麻将了，最近手痒得很。我的娘。走。你晚点再去啊，夫人、二女。夫君，回来了，回来几日不见了。夫君，这几日不见你，可想死我了。哎呀，怎么是没见呢？只不过最近早出晚归的比较忙，见的少一点而已嘛。哎呀，夫人，你看，这二女越来越会撒娇了，是你教的吧？二女的那些狐媚招数还用我教她呀？她教我还差不多。等他再大些啊，真不知道谁能降得住他。夫人和夫君啊，都降得住我。真希望这样的日子能一直继续下去。夫人为何如此感叹呢？不瞒夫君说，其实妾身一直很担心，夫君一觉醒来以后，又回到了以前的样子。夫君，你没有发现，每次夫人醒来都会仔细看你很久吗？我跟夫人在床上的事儿，你怎么知道？夫人经常跟我提起啊。啊，夫人，我们俩一直都觉得你得这个病是世界上最神奇的病，不仅转了性子，就连懂的东西都不一样了。你外面的朋友不了解，但是家里的人都知道你与之前的变化到底有多大。但是我病了之后，与大唐的社会也格格不入了。与大唐格格不入有什么关系啊？只要夫君待我和夫人好，算不是人也没有关系。二女，怎么说话呢？哎，没关系，我懂她的意思。其实夫君不用为这些事情烦恼，与大唐的人相同，自然办事容易；与人不同，格格不入，反而更显英豪。嗯，夫人懂我，二夫人也懂我。夫人，小侯爷，二夫人，齐郡主和兰陵公主来了。哎呀，这个兰陵真是好久没见了呀，她什么事啊？哦，是来找夫人打麻将的。
那怎么就他们两个人啊？那个程夫人怎么没来？回夫人，据说程夫人夜感风寒，今天来不了了。那三缺一啊。夫人。啊，那好吧，二女来搭把手。是夫人。那我们去了啊。啊，那个小鲁怡情，大度伤身，注意身体啊。嗯，知道了，夫君。今天那个程夫人，让二女搭手。会玩吗？没玩过，不过今天看夫人玩，学了个皮毛。那大伙儿今儿可都得小心点儿了，越是生手啊，这手越壮。哎呀，别说了，快打吧，我这两天啊手痒痒的很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出牌吧。八条。二女，随便打一张，没事。胡了，胡了，没这么邪门吧？看来这侯府二夫人运气真是好，这下可有意思了。我不说了吗？今儿指不定谁赢呢。好，啊，太准了，啊啊啊啊啊啊啊！啊啊啊啊啊让让！小侯爷好，别管我，你们练你们的。那，你这是？这，最近这大白菜的事儿，闹得我身心疲惫，我也出来练练。啊，哎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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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等睡着。我告诉你，越想越点炮。胡桃，糊了，体糊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越想越点炮吧。继续练，别管我。小侯爷，在这贼眉鼠眼的偷听什么呢？哎，奴婢不敢，奴婢只是想等大夫人赢钱的时候再进去。你想多了，夫人赢钱也不会打赏你的。夫人是赢钱的时候不会打赏我，但她还会罚我。刚才我进去送茶的时候，正好赶上夫人输钱。夫人说我进来的时候影响她，让她晦气，所以才输的，罚了奴婢一个月工钱。一个月工钱啊？哎，罚少了呀。哎，算了，你去吧，进去吧，我给你做主了，不扣你的。进去啊。是。开杠了啊！糊了，糊了！杠上开花，无愧清一色一条龙。谁是庄啊？哦，庄是王夫人。走了，真是不巧啊！输了吐血。夫人，喝茶吧。小蝶，你一来我就换去出去。小蝶，出来，有事找你。是。再来。侯爷，没事，去忙吧。是。夫人他们怎么不来吃饭？兰陵公主让端到中间堂去吃，这样节省打牌时间。小侯爷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下去了啊。四桶，
等等，系统。妖姬，等一下，我这叫自摸吗？胡了，好，给钱，什么牌？给钱，给钱，给钱！大夫人，我输了一晚上了，都好不好？来来，给钱，给钱，给钱。那关羽大惊，忙请两位嫂嫂上车，这才披挂太刀上马，进出关邑。我见各军士手持火把，在那听候命令嘞。关羽来到城门，见城门一开，崔车仗急忙出城。那虎斑干嘛去了？还回去放火去了。关羽出城，行不到数里，郭建背后火把照耀，有兵马赶至。头前一人是谁呀、啊？王直。你讲的什么呀？那王直大喊道：“东汉末关羽修图，有意思吗？比看《三国志》有意思多了。”关羽听，勒马回身，点指马道：“呆匹夫，我前日三国远，近日与你无仇，为何令人放我少？”王直。明天把四爷兄、世仁兄都叫过来，我有大事宣布。这时，王直拍马挺枪，直奔关羽杀来，不想啊，却被关羽拦腰一刀，斩为两段。好！他背斗啊，他背斗啊，剩四尺。哎，胡先生，钱叔。哎，快快快快快，来来来！哎，小侯爷，有何吩咐啊？田叔啊，一会儿找几个人做点那个小木牌，这么大见方呢，要薄，越薄越好啊。哎，回小侯爷，做多少？越多越好啊。哦，明白了。哎，胡先生，一会儿随我去书房写几个字。哎，好嘞。啊，哎，小蝶，过来。小侯爷，夫人跟二夫人呢？和兰陵公主打麻将呢，还打呢？啊，这都一天一宿了。齐郡主已经顶不住了，现在换柴郡主了，这得轮番上阵啊。哎，行吧，咱们走吧。啊，啊，胡先生来了。哎，小侯爷，您让老夫写什么字啊？我说您写，来坐呀。哎呦，侯爷。老夫这可不敢。哎，有什么不敢的？你要不做，我怕你坚持不住啊！过来，坐坐坐坐坐，别客气啊。你看我这墨都给您磨好了，来。刘备。刘备。嗯。啊。哎，对对对，写小点。哎，刘备。体力四点，技能一仁德。出牌阶段可将任意手牌以任意方式交给其他角色，如交出的手牌不少于两张，体力恢复一点。写啊！啊啊，写写啊啊啊！出牌阶段，如。哎哎哎，干嘛呢？纸桃。四号秀，这桃又是干什么用的？这桃就是加血的啊。那为什么要加血呀、啊？因为被扣血了呀。为什么要扣血呀、啊？哎，不是德昭兄，你到底看没看说明书啊你？德昭，德昭，这个桃呢是用来加血的，沙是用来扣血的，但是有时候呢它有其他的特殊作用。哎，据我昨晚秉烛夜读说明书后发现，子豪兄这三国杀其实是千变万化呀，平静中蕴含奇诡，绝境处暗藏杀机，在这纸牌中仿佛能听见粒粒风声，看见金戈铁马。说得好，这打过仗的人就是不一样。你看，在下认为
这三国杀其实蕴藏着一个大秘密。都兄发现什么了？子豪兄，你瞒得过别人，却瞒不过我。这三国杀实际上是一部兵书吧？哎呦，独孤兄果然火眼金睛啊！不过在下倒想知道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呢？看这游戏，杀与逃正反两极，代表不胜则败，暗含阴阳五行。各种计谋虽奇思妙想，乍看之下犹如痴人说梦，但是懂得子豪兄的都知道，子豪兄惯用这种藏而不露的方法，将兵书藏于游戏之中，不正是你子豪兄所擅长吗？另外，这个游戏分出魏、蜀、吴，但是在游戏时呢，有主公，有良将，有叛臣，有贼子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这正是孙膑兵法的精髓。所以我认为这三国杀一定是补兵书。哎呀，吴兄，分析的妙啊！分析的妙。我说，怎么越看这三国杀说明书，越觉得不可思议？原来这秘密竟不在游戏表面，而在其中蕴含的兵书。子豪兄暗授兵书，小弟不胜感激，请受小弟一拜。哎，秦兄起来，起来，这么多人呢。秦兄，倘若你能参透这三国杀兵书中的玄机，那绝对是你个人修为，是造化呀！啊，拜我就不用了，就拜春哥吧。拜是。春哥，春哥是谁？子豪兄啊，这三国杀到底是你写的，还是有人传授啊？哎，当然不是我写的，是有人传授。难道又是五木遗书？哎，子豪兄，你别说，我知道是谁写的。你知道？大家听我来分析啊，这部兵书一定不是出自于五木遗书。兵书中的人物源自东汉末年三国魏蜀，距离我们现在不到400年间，所以呢，我认为这部兵书定是出自这400年间。有道理，这兵书肯定是这400年间一大家所写。可是这又是谁写的？又为何藏于游戏之中啊？神秘兵书重现人间，究竟是何人所写？又为何不愿示人？且听独孤兄独家揭秘。这部兵书大巧不工，大智若愚，想必作者一定是文武双全。但是在这400年间，这部兵书却未曾谋面，而且这游戏也无人知晓，想必这个作者呢，一定是处处小心，不仅将兵书藏于游戏之中，而且将这游戏隔绝于世，偷偷流传。我想一定与此人的身世有关。纵观这400年间，身世奇特、有文武双全的名将，只有南朝梁国武都郡王陈庆之。对呀，陈庆之啊。独孤兄，奇才呀！哎呀，皇上抓牌呀！哎，快捉快捉！借刀杀人，借你的刀杀他！杀！哈哈，媚娘，你果然是反贼啊！不玩了，不玩了！哎，这是游戏，何必当真啊？即使是游戏，我也不喜当反贼，不如把这名字改一下。这游戏如今在长安城大热，贸然改了名字，百姓明理不说，暗里肯定会说朕小题大做的。可这名字这么难听，陛下不担心有人借此挑唆而意图不轨吗？朕治天下靠的是法度，靠的是仁德，可不是靠着粉饰太平。如果有人只借着游戏之名就可乱我大唐，那只能说明朕失德于民，到时候即使可以堵上这悠悠之口，也堵不上民心啊。陛下说的是，臣妾受教了。好了，继续玩游戏吧。来来来，发牌发牌。别杀，别急，没道理。你收起来，我有啥没办法？你们顺序，子豪兄，你这可以是吧？你收起来，就上了。
对，杀！闪！再杀！怎么了？闪！我杀！杀！我全杀！我看你这次死不死！不是陈初，你会不会玩啊？你凭什么杀我？我是主公啊！怎么样？看你小乔当家，我心里不爽。高，实在是高啊！哪儿高了？他是忠诚，哪有这么玩的？一个没有人格魅力的主公，即使是再忠诚的将领，他也会反水。这三国杀兵法里果然是包罗万象，每玩一次都让人记忆犹新，受益匪浅。来，再来。这位客官，你好像是第一次来哦。我是来喝酒的。请问你有会员卡吗？我是来喝酒的。我们这里是私人会所，没有会员卡不得入内。那我办一张会员卡。您是办一年的、十年的还是一百年的？现在办一百年的有优惠哦，优惠两个月。办不了那么长，包月吧。没有。那办一年。真小气！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小气了？我最有钱了，给我办一百年。不够，连半年都不够。黑金八杠，呸！黑金八杠，呸！黑金八杠，黑金八杠，黑金八杠，呸！滚！道具，别乱使！瓜哥，别以人助己，你刚来大唐，一定要注意隐蔽。嗨，探查的怎么样？属下有负联络使重托，当以死谢罪。你他妈有病吗？要死，先把偷渡到大唐的钱还我。即使不死，也要受些惩罚。此为断之明智，联络使不用为我心疼。谁他妈心疼你？我晕醒，离我远点说话。嗨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说。据属下观察，这间酒肆黑店大大的，属下刚进去就被赶出来了。谁让你观察他黑不黑了？属下有负联络使重托，当以死谢罪。八哥，快说，那套兵书价值几何？这套民间所传的三国杀兵书，表面以游戏示人，实则深藏不露。在普通人看来，这只是个游戏；但是在兵法家的眼里，这就是一部兵法的奇书啊！据属下推测，这三国杀虽以游戏示人，但意在普及兵法，让普通人能够在游乐当中学到兵法的奥秘。这招果然厉害，回去我一定要上报天皇陛下，号召全国学习三国杀，理解其中的兵法。大哥陈良金，嗨，你再去大探。嗨，哎，梁老师，属下去不了啊。为何？这个钱不够啊！属下刚才刚进去就被他们赶出来了，真是丢人呐！属下有负联络使重托，当以死谢罪。行了，要多少钱你说吧。再加一倍。这是天皇陛下给咱们所有的经费，全都在这儿了。
一定谨慎行事。属下定然不负联络使的重托，属下去也。老板，过来。这位客官三番五次的见您来，今天小店送您一杯鸡尾酒。千寻，上酒来。来啦。哟西，再来。十两银子。这么贵？不许小看我，我最有钱了，给我上酒。千寻，上酒。哎，哟西，敢藐视我扶桑勇士，我喝死你们！这位客官，酒喝完你应该请了。去哪儿？本店是私人会所，没有会员卡不得入内，刚才已经给你网开一面了，请。我就是来办会员卡的。是找这个吗？刚才你已经买酒了。是我扶桑名将，智勇双全啊。夫君，现在全城都在流行玩那个三国杀，你就教教我们吧。不用，夫人会打麻将就行了。夫君，你是在怪我们那天打麻将忽略了你吗？没有啊。那天吃饭的时候，两位夫人都不在，我一个人吃的也很开心，一点都不孤独啊。好了，夫君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以后不敢了，你就教教我们吧。请看说明书。这说明书太复杂了，看不明白，看就困了。那人长安城的老百姓不也看得津津有味的？我也没看见谁看睡着了呀。不嘛，夫君，你就教教我们嘛。来来来，啊，这个叫，我先会员卡啊。要三国杀吗？要不要三国杀？哎，姑娘要三国杀吗？不要，看得错。要三国杀吗？哎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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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姑娘，我看你还是想买的，看你犹犹豫豫，这样吧，你要是买了。我算你便宜的。你这是从哪儿来的呀？我自己做的呀。你这个叫盗版。对，盗版。姐夫，这游戏明明就是你发明的，眼睁睁就让他们盗版了去。再不采取措施，银子都让他们赚走了。这事儿早在我意料之中啊。预料之中？你知道他们会盗版？是啊。这个游戏啊，不同于花露水。花露水呢有秘方，只要秘方不泄露出去，人家就没法盗版。游戏的核心价值在于规则，你想教会别人玩，就得教人规则。你教会了，这游戏就不属于咱们，除非有知识产权保护法。嗯，知识产权保护法啊。不过你也别想了，这个法几千年之后也没什么人在意。那。姐夫打算怎么办吧？本来呢，这个游戏我也没想赚钱，就想娱乐大众，给大家玩玩乐乐就得了。
但是真要是不赚钱呢，那不是辱没了咱们大唐商业奇才的名声？所以呢，这个钱还是要赚的，要从周边入手。如何从周边入手？比如说，建立三国杀研究会，就设在咱们会所，玩那个 cosplay。啥 ？cosplay？cosplay？cosplay 就是一群人装扮成三国杀里面的人物的模样给人看。那还能有人愿意看？宅男啊，重点不在武将，在于姑娘。哦，这招好呀，等着我现在就去啊。哎，这痛快啊。夫君，什么叫宅男呢？宅男就是二娘子，天天抱着大宝剑的。啊！要不要三国杀？三国杀的干活。三国。哎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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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哎，二位客官。要买套三国杀吗？现在这东西在长安城那可是人手一份。你这可是真的三国杀？真的三国杀？怎么可能在我这儿？我拿的这个是仿制的。仿制？仿制呢，它和真的没什么区别，都是游戏嘛。一切内容都一样？一模一样，里头的兵法也相同。我倒是听有人说过这三国杀里暗藏兵法，但凭我这头脑，我是没看出来。不过，您二位要是有这慧根，倒可以买回去研究研究。哟西，买了，十文钱，掏钱吧。大和君，还有钱吗？属下有负联络使仲通，当一子。快跑！抢劫了！站住！看看，没有人敢来吧？绝对没有。好，快看看这绝世兵书。看不懂，你呢？属下也看不懂。联络使，难道是因为我们学识不够，无法从这三国杀中解读出兵法？不可能。既然当初将兵书藏于游戏中，那么就是怕人看出这是兵书。所以依我看，要想解除兵法，还需要秘籍。秘籍？秘籍在何处啊？这兵书是王修所著，但秘籍当然就在王修这。哦，难怪我们要来他家，原来是为了盗取秘籍呀！这好办啊，我们翻墙即入。不行，这侯府奇诡，固步一阵，暗藏机关。我上次进去盗取魔刀宝图就着了道，真可谓九死一生啊！那这不正说明侯府里藏有宝贝吗？用大唐的话讲，叫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；用我们扶桑话讲，叫游戏，游戏，游戏，有办法了！林老师，我忍不住了。在人群中太危险了，属下有负联络使仲通，当以死谢罪啊！这个不怪你，我扶桑勇士初来大唐都要经此一劫。当年我也是来到大唐三年后，才将将忍住。联络使来到大唐，定然受尽磨难，忍常人所不能忍，属下佩服啊！为了我扶桑，又有什么不能忍呢？请联络使将此忍术传授于我。这个没问题，我打算回到扶桑后
就将此法传于后人，以后得我此法者，当被称作忍者。忍者，正是。太危险了，走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就在这里动手。站住！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？想跟你玩玩？你们两个臭流氓！不许说我扶桑有事，臭流氓！来到大唐，天天受你们这种侮辱，我已经受够了。大和君，我们是来绑票，不是调戏。对，小姑娘，快快脱光衣服啊！不对，快快束手就擒，当绑票。不。啊！二娘子，还有我，四姑娘，你们俩怎么来了？好功夫！哎，你们俩怎么？回四小姐，这两个人从侯府门口就开始跟着你，我看他们表情猥琐，就和二娘子尾随其后，望四小姐恕罪。那不多带几个人啊？有二娘子在，还用带人呢？好功夫！好功夫！你大爷！我还会回来。就是他，还有一个当时没留神跑了。哦，那没废话，报官吧。栓子和二娘子说，打我从侯府出去，他们俩就跟着我，好像怀疑是扶桑人士。栓子怎么知道？是二娘子说的。好像说，他们俩不是绑架这么简单。我来问。哎。凶得很，不好对付。哟，我看看。哎，你弟叫什么名字的干活？我不告诉你。还挺嘚瑟啊，那你从哪里来的？你不用问，我又不可能说。看你这个模样，好像不是大唐人士。那你是新罗人？哎，是高丽人，百济人，一定是百济人。你胡说！我堂堂扶桑有。哎呀，那扶桑人，你来绑架我们家老四，意欲何为啊？难道是为了磨刀？我不可能告诉你，我堂堂扶桑勇士，铁骨铮铮，宁死不屈。铁骨铮铮是吧？雅梅蝶，小侯爷，过来，把我之前教给你的那段舞蹈给他跳一段。啊，不要了吧，快点的。游戏。你到底为什么绑架老四啊？三国杀兵书。哦，下去吧。回来，没看完呢。回来，这不是挺配合的吗？这就是探子，报官。我是你粉丝。不行，不能报官。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这时不时的给你来一下子，这也受不了啊。那怎么办呀？还记得三国吗？蒋干中计。